美国的牛头怪火箭是一枚剥了皮才能够上天的火箭，不信，请看它发射时的画面。哎，慢动作更清晰啊！在发射的一瞬间呢，原本包裹着第一级火箭的橘黄色织物层材料被一拉而下，像极了剥掉的香蕉皮。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这层香蕉皮是为了给火箭保温的。牛头怪系列火箭全都是废物利用啊！一型和二型改装自民兵洲际弹道导弹，三四五型呢改装自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全部都是固体燃料火箭。按理来说，对保存条件的要求并不是很苛刻啊。哎，再不苛刻也是有要求的嘛。原本的导弹系统是被设计来部署在具有温度和环境控制的发射井里面的，而你现在要把它移到户外去发射，哎，当然就要进。 尽可能的模拟一下温暖的发射井了，否则发动机的参数是会发生变化的。对于固体火箭而言啊，温度越高，燃料的反应速率就会越快，于是你就得到了一枚推力变大但工作时间变短的火箭了。 反之，如果温度降低呢，则推力变小，工作时间变长。所以，即便是固体火箭，保持恒定的温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而对于液体火箭来说，保温就更更更更重要了，因为健身里面不是低温的液氧，就是更低温的液氢。就算是四氧化二氮和肼这类温度不高不低的燃料，维持稳定液体状态的窗口也很窄啊。 没有优秀的保温材料加持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在看长征二 F 发射时，经常都可以在火箭四周见到这些脱落的白色的碎片，就是保温泡沫了。它们是被故意设计来，当火箭一起飞便要脱落的。哎，那么最后我要考考你了：是所有的火箭的保温层都会在起飞的时候脱落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